级好玩，那个超级闪现好好玩，十分推荐大家去玩。下面评论啊都是清一色的好玩推荐，我勒个豆，啥地图啊你们就这么推荐？还有这个超级闪现到底有多好玩啊？让我看看。我勒个豆啊，这闪现确实好玩，范围竟然这么大，那这地图肯定也很好玩。我刚刚是踩中木板了吧？没事儿，你用你的老六关卡，我有我的跳关妙计，这直接就是一个超级闪现。哎，怎么踩空反而没事呢？啊，我懂了，这空的地方是空气墙，木板是销毁，有意思。这地图作者还挺会玩的。那既然是反的，那肯定走这条加速带。哎，这里肯定是老样子啊，那侧身跳，那就是这边。啊，两边都不对，莫非将军牵着我了？作者，嘿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。这个地图啊看似很平常，要想过关啊就得反着来，越是寻常路它就越走不通。哎，所以啊咱们得走不寻常的路。遇到这种难度非常高的圆锥关卡，平常人啊肯定是蒙混过去的。但我是谁呀？我可是技术主播，看我给你们表演一个一命通关。算了，还是用超级闪现吧。这里看似是电箱跳，哎，实则它只能走直线，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。到了这里就很简单了，脚底的底板会消失，咱们只要抓紧时机跳扑，哎，就可以过去了。还有这块的丢传送球，技术好的话可以丢过去吧，像我这种技术特别好的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啊，肯定不是因为我过不去啊。